我希望可以和东哥拍个照合影，樊振东。本届亚运会高尔夫球的赛场，咱们中国队有一位世界级的选手，他叫殷若宁。今年六月，殷若宁成为冯珊珊后第二个赢得大满贯的高尔夫球手，拿走了150万美元冠军奖金，之后登上世界第一，闪耀欧美。本次杭州亚运会，殷若宁回国参赛，他也绝对称得上是杭州亚运会的顶级运动员。殷若宁刚刚在杭州过了21岁的生日，面对采访，他说出了自己的偶像，没想到竟然是樊振东。当然，樊振东实力强，人又低调沉稳，很难不让人喜欢。恭喜东哥再获一位顶级迷妹。